前天是黄晓明44岁生日，他本人特意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庆生现场照庆祝，并开心写道：“感谢惊喜，充电完毕。”全身出镜的黄晓明席地而坐，他手里端着一个精致的皮卡丘生日蛋糕，开心灿笑，背后的同主题生日背景板好抢镜。黄晓明这次晒出的生日照只有他一个人出镜， Baby 和小海绵都没有现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晓明这两年的生日 Baby 都没有上线为他送祝福，去年他43岁生日的时候有黄爸黄妈陪着一起过，儿子小海绵也给他唱了生日歌，唯独 Baby 没有任何表示，引发外界热议。但是就在昨晚， Baby 的闺蜜杨娇娇晒出了去三亚冲浪的视频，画面中三个小姐妹在海边开心冲浪并合影留念，她还配文：三个女人来三亚溜达加放生了。照片中 Baby 身穿紫色套装冲浪泳衣，为了防晒与闺蜜一起戴着墨镜和帽子，还外搭了一件防晒外套，三人坐在船头上合影拍照。 Baby 将